希望会当帮助到老大人，也予照顾者有休喘的空间佮时间。家己基督教病院打造一台结合绘本、行动咖啡厅、影音设备，也佮复健器材专车。希望这台车驶到倒位，帮助到到倒位。失智症的是多配合音乐哪耍哪做复健，边啊佮有现煮的咖啡，予家庭照顾者啉。过去伫服务基点才通有诶照顾，即卖透过服务专车伫厝外社区诶公园嘛，同款做会到。我不知道要设计什么样的那个活动给他，或是说他在家里有一些事情，他好像都单一的那个活动而已。啊，这个好像比较 有变化。想用咖啡，我们可以听音乐，我们可以听绘本的故事，我们还有很多健康促进的活动。打造这台车的家己基督教病院表示。一挂失智症的家属甲时代，无一定方便出门，透过这种小型的服务专车入来社区，唔通替家属带来医疗服务，嘛提升时代出门活动的机会。像我们社区，伊即卖是老人的社区哦，老人哦足济，啊，所以阮的老人唔知道要去倒位，哦，啊，逐处拢咧看电视，啊，所以大家就拢进来当替哦，所以我拢鼓励咱社区的长辈会当哦行出来，运用他们的这个多功能的车子，然后结合我们失智。的这个防治，然后一起结合，让这个失智防治的工作呢，可以更落实到我们的这个邻里之间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这台车会当去到一挂空间，也是路口的所在，和失智症的照顾袂阁受到场地的限制。基督教病院嘛指出，未来这台车会伫嘉义县市巡回服务，一年暗算会服务超过4000人，希望照顾到无法度来服务基点的家庭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